那个各位观众哈，晚上好哈，今天又是礼拜二，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这个美国总统本季的介绍了哈。在今年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美国大选中呢，可以说现在基本上是就是板上钉钉了哈。我们的这个民主党的乔拜登呢，即将呢在明年的1月20号呢正式呢效宣誓，成为的美国的第四十六任总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反贼啊，有些这个极端的川普支持者还在说啊，什么我们这次选举什么作弊啊，什么这个拜登是什么啊阴兵借道什么的哈 啊，我就姑且让他们这么说哈。但是这个拜登是第一个，咱们就打开个玩笑啊，拜登真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搞这个什么所谓的阴兵借道的这么一个第一个美国总统吗？错了，他不是。谁是第一个呢？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了。好，今天我们美国总统本季第33集啊，咱们说一次大疫哈，这个呢一会儿要给大家讲哈，大疫没防住哈，哈哈。然后呢，后来呢又来了两声惊雷哈。这个呢就是美国历史上哈这个两弹元勋哈，他叫谁呢？他就是大家也知道的哈里 S 杜鲁门哈。接下来给大家讲，他是才是美国第一个阴兵借道的美国总统哈。说一下我们的哈里 S 杜鲁门哈，他是从1945年到1953年做美国总统啊，生于呢1884年的5月8号，是清朝大概清朝光绪十年，逝世于1972年的12月26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3年。任期是1945年到1953年，是中华民国34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4年。所以你看这个历史，从乔治华盛顿到我们的杜鲁门，你看已经从清朝过渡到中华民国，又从中华民国过渡到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光飞逝啊。他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啊，享年呢总共是88岁啊，60岁呢成为美国总统的啊，他是属猴的啊。然后呢，另外呢，这个咱们说呢，星象上是属金牛座哈，他的老家呢是这个英格兰人哈，他呢是出生在这个密苏里州啊，也是代表密苏里州呢选举当总统哈，他的信仰呢是浸信会。由于呢他这个少年时代呢这个家境，所以没有上大学啊，上了高中就算完事了啊。在他那个做总统之前呢，是开过一家男装店，并在那家男装店里呢当这个老板啊。所以你看美国总统五花八门，干什么都有。身高呢是这个5尺9寸啊，1米75左右啊。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呢这个哈里 S 杜鲁门呢，他在做这个他在和他朋友经营这个男装店时候的哈、啊。你看到这个人呢，这个就是杜鲁门了哈、啊、这个就是杜鲁门啊。但是呢这个呢谁做生意呢都是想火哈，这个就是杜鲁门年轻时候的照片啊，谁想开店都是为了挣钱，但是他那个生意经不好没做成，于是呢就罢手了啊。说一下他的生平事迹，你看小时候的这个哈里的这个杜鲁门还是蛮 Q 的啊，还是蛮这种蛮年轻的。他在1884年的5月8号呢生在这个密苏里州这个兰莫啊，在86年呢1886年移居到了同州的这个 Harrisville， 又在1888年呢移居到了这个 Grandville， 在1890年12月28号到了这个他后来成长的地方，就是密苏里的这个独立城 Independence， 在1892年就开始上小学，在1895年的时候在百货店做帮工啊，每周呢大概能挣$3。1900年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到堪萨斯明星报呢的工作室里去工作了啊。咱们说呢，后来呢还曾经担任过呢这个铁道公司的技师员啊，在堪萨斯的这个 National Bank 呢做这个搏击员，又在自己的这个父亲的农场里面哈、啊、1906到1917呢经营农场。后来不幸的是他父亲1914年去世之后呢又干了3年。后来一看这个做买卖什么的实在是没什么活路啊，在1917年就入伍了，任这个炮兵少尉啊。啊，你们这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帅哥这个杜鲁门啊，你们可以看得到啊，有点反光哈、啊。这个就是杜鲁门他当时入伍差不多，这是他建功时候的照片了哈、啊。在1818到1819年呢在欧洲战场建功，升到少校，并且在1919年的5月6号呢又从事就退役了，以少校身份啊。这是杜鲁门他这个当时就是说入伍时候的照片啊，这是他的军官证啊。这个是杜鲁门在指挥打炮啊，所以说杜鲁门的脾气其实是吃不小的哈。好，咱们再说回来哈，一说到杜鲁门呢，我们就要说到他的这个妻子哈，也就是这个
贝斯·威利斯小姐啊，1919年的6月28号，她和这个贝斯呢结婚啊，她35岁，她太太呢34岁，两个人呢大概从9岁就开始认识，所以从一直从小学、初中、高中，两个人就一直在谈恋爱，大概谈了将近30多年的恋爱，终于结婚了啊。就像我们说的，在1919年到1922年呢，由于生意不好，关了门，还欠了债，还好呢是他太太替他还了钱啊。另外我们是要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贝斯杜鲁门了哈。贝斯杜鲁门呢是这个，这是贝斯杜鲁门小时候的照片哈，这是杜鲁门太太年轻时候不是结婚时候的照片哈。另外呢，这是杜鲁门夫妇晚年时候的照片哈，所以你看他们两口子这一生也是十分的夫唱夫随，非常的不错哈。这是他们结婚时候的照片啊。咱们说呢，这个呢，贝斯呢是从1885年的2月13号生人到1982年的10月18号，迄今为止呢，她是整个美国总统夫人，也就是第一夫人史上，我们说呢，最健康长寿的一位了哈，活了呢97岁零8个月，啊，是目前最长寿的第一夫人啊。咱们说呢，这个杜鲁门的这个，咱们说这个从政生涯呢非常有意思啊。在1922年到1924年，在这个 Jackson County 也是他们老家，担任这个法官干了8年，又去当这个参议员啊，又做了这个国防计划特别委员会主席，被这个民主党提名呢这个总统副候选人啊，在1944年11月7号呢当选副总统。其实呢，据说呢，因为这个咱们说呢是上一任总统，就是小这个罗斯福，这是他第四任的时候呢，最终决定了和这个杜鲁门呢做拍档。但是杜鲁门呢，说句实话，并不想说当总统之类的，于是呢是在这个罗斯福就是说多次你说是这个威逼恐吓之下也好，多次咱们说这个访贤于毛庐之中也好啊，最终呢杜鲁门呢是同意了哈。但没想到呢，这个呢在这个1945年1月20号呢就就任副总统，就任了没两天，在4月12号呢，这个罗斯福就在温泉的那块呢就病逝了，结果呢就成了美国总统。所以你看，这就叫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就是说这个位子是给他留着的哈。另外咱们再说呢，1948年7月14号呢又被这个民主党提名为那个总统候选人啊。咱们说呢，1948年11月的2号当选总统，在1949年的1月20号连任就职，在这个1950年的1月20号呢，在华府的这个临时白宫，就叫做布莱尔宫啊，遭到了遇刺啊，险遭不测，在1952年呢就宣布不再那个竞选连任了。在1953年1月10号呢退休之后呢，就写自己的专著，又在1956年出了的回忆录2册。在1960年呢，英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呢就关于美国总统制度发表过一系列演说，就是所谓的杜鲁门演说，第这个 Truman Speak 啊，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都看过，因为这个后来就被编成演讲稿了。在1972年的12月26过了圣诞节呢，病逝于堪萨斯市，享年80岁，埋在了这个故乡的独立城啊，这就是他一生啊。咱们现在说说他的任内大事哈。首先呢，这个1945年4月10号说过了啊，罗斯福病逝。在1945年4月21号呢，美国第七军呢就攻占了这个纽伦堡了哈。1945年的4月25号呢，美苏呢，咱们说前哨部队就已经在这个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叫这个塔古啊就汇合了啊。在1945年的4月25号到6月26号50国在旧金山的集会签订了联合国宪章，这就是所谓的 United Nations Charter 啊。这个你看到的就是联合国宪章了哈，这是当时的漫画，包括你看在杜鲁门在代表的50国领导在旧金山的会议啊。另外我们说，在1945年5月1号呢，德国的海军元帅邓尼茨呢宣布了我们的阿西啊，我们可怜的阿西啊，阿西呢终于呢自己把自己挂掉了哈。1945年5月02号呢，苏联军队攻入柏林，这也是历史性的一刻啊。在1945年5月7号呢，纳粹德国正式无条件投降。在过了一天的5月8号呢，杜鲁门在上午9点钟呢通过无线电广播向美国人民宣布欧洲战事结束了，史称呢欧战胜利日。请大家注意，美国有两个 V day， 一个是 VE day， 还有一个就是要叫 VJ day， 这是两个 day。 VE day 代表的是欧战胜利日哈，并且在1945年的6月18号呢，艾森豪威将军呢回美国述职，受到了朝野人士热烈欢迎，这都是当时的这个漫画哈，告诉大家这个胜利的不易哈。另外咱们说呢，在1945年6月26号呢，50国呢在旧金山呢签订了联合国宪章，1945年7月16号呢，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新墨西哥啊试爆成功。
在1945年的7月17号到8月26号呢，美英苏三国首长在波茨坦召开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丘吉尔后来呢也是退休，改成了这个新首相，也就是埃德里啊，由埃德里代替了丘吉尔。哎，所以呢，也就是说呢，这个呢，在1945年7月26号，中美英三个联合国警告这个日本呢，啊，尽快投降。所以我老爱说这个杜鲁门是两弹元勋啊，就是这个东西两弹啊。这张照片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并且后面这个桥可能有人也知道哈。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原子弹在这个广岛爆炸之后的一个，就是真实照片啊。我们后面看作这座桥呢，就是香生桥啊，日本的香生桥啊。咱们说呢，咱们说看到的这个呢，这个东西它史称呢叫做这个原爆圆顶房，因为它是顶是圆的。其实它真正的作用是广岛物产陈列馆啊，当时叫做长岛陈列馆。这个在这个英语里翻译呢，因为这个建筑物它就被翻译成叫做关不渡啊，关不渡哈。但是在日本人不这么叫，日本人一般他喜欢把这个叫做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啊。你看，在那个后来广岛奥运会，这个建筑物还出现过，这个是当时炸完的遗迹，你看炸的是非常惨哈、啊。这是广岛和长崎两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的蘑菇云。第一颗这个原子弹呢，是在1945年8月6号呢，就是扔到了这个广岛哈。第二个的8月9号呢，扔到了这个 Nagasaki， 也就是日本的长崎。在广岛呢，死伤人众呢18万，在这个长崎呢，大约是8万。于是，在8月15号，就是咱们中秋节那天，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在8月19号呢，日本政府和麦克阿瑟将军呢，签订了初步的投降书。啊，但是呢，战争给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说世界人民，还是日本人民，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这种的灾难哈、啊。你看到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如果你看过那个中国拍的那个和那个苏联等日本联合拍的那个电影《子日》啊，你去看看，就介绍的就是战争呢给苏联、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人民带来的这个苦难。所以说呢，战争呢需要所有人的这种抵制。和这个呢反思啊，这个画大家就很熟了啊，这个就是密苏里号哈、啊。咱们说在1945年9月21号，日本代表在停靠在东京湾的美国领土啊，就是密苏里号向这个盟国咱们说正式投降。东京上午呢9点08分，在美东时间是晚上8点08分啊，咱们说呢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杜鲁门正式宣布对日战争胜利日，这就是所谓的 VJ Day， 是这么来的。所以刚才一个 V1 Day， 一个 VJ Day。值得注意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后边这个是 MacArthur， 后面你看到是各国的军事代表。值得注意的在这边呢，是我们中国当时可能看不清哈、啊，放清楚点，这样大家看清了。能看到呢，这个是我们中国当时当然是国民党哈、啊，但是这也是一件很荣誉的事。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就是中国的代表也参加见证了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呢，日本的投降哈、啊。另外的呢，对于很多熟悉这个，咱们说呢，这个就是说纽约的就很熟悉这张照片了哈。这就是当时呢，在这个当时，因为美国当时是晚上嘛，所以呢就出现这个水手呢去吻这个护士的这么一个珍贵照片啊。咱们说呢，这个作者呢是这个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迪特啊，一个著名的摄影师，他给包括罗斯福、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很多人都做过摄影，这是他呢可以说呢是其中的一个最杰出作品啊。聊一下就是说呢这个主要的当事人啊，咱们说呢这个照片呢是上了《时代》杂志的啊。这个首先说一下这位女士，她就是格列塔·斯莫弗莱德门女士。其实她不是个护士，她是一个牙医的一个助手啊，其实是个牙医助手啊。咱们可以看得到，当时呢，在这个庆祝的当时呢，有这种事情的不光她一个护士，就是很多这种事情。但这个可能是被抓的比较典型啊。这个后来呢，你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男的呢叫曼德萨和弗莱德曼呢，就是两个人后来又重逢的一个照片啊。另外我们说呢，这就是两个人年轻和年老的时候，你看哈，这个弗莱德曼就是年轻的时候也是真是一个丽人哈，所以你看这个小伙子，当时的小伙子乔治曼德萨也很年轻哈，你看岁数大了呢，看着还是没怎么太变啊。
结果呢，经过了这个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和财政部的正式统计呢，自这个珍珠港事件，就算美国正式加入了这个那这个就是说二次世界战了。美国总动员的海陆军三军呢，是1549万3657人左右，全部死伤人数是994893人，死亡呢是325464人，伤残呢649429人，军事花费呢超过3305亿，租借费用呢是4607000万美元。你看到呢，就是死亡人数也是非常大的，32万多人哈。但你看到今天美国的这个新冠所造成疫情也相当于达到了，虽然没达到30万，但也迫近这个数字了。可以说呢，我觉得可能说在这个疫苗出来之前，美国的这个死亡人数有可能呢，非常有可能是达到或者超过美国在二战中死亡的人数哈。另外呢，在1945年9月6号呢，杜鲁门向国会呢提出了所谓的12点内政计划，就是所谓的杜鲁门的这个 Fair Deal 啊，又叫杜鲁门平政，它是和这个罗斯福新政的算是一个延续吧啊。在1945年9月11号呢，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在伦敦呢草拟合约，但是呢，一直到10月2号呢，就是没有什么结果啊。1945年10月24号呢，联合国宪章呢经29国批准生效。在10月27号呢，杜鲁门在纽约发表了演说，就叫做《美国外交政策的12条基本原则》。在1945年11月15号，杜鲁门和英国首相埃德里以及加拿大的这个咱们说总理，就是这个 Mackenzie King 啊，在这个华盛顿特区聚会，赞成成立呢，就是所谓的 United Nations Automatic Energy Commission， 就是联合国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啊。在1945年11月2号呢，国际战犯法庭啊，也就是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Trimble 在这个纽伦堡啊，在德国纽伦堡呢，就是开审判呢，就是德国纳粹最高级的24名战犯，由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罗伯特杰克逊作为代表啊。在1945年10月11号呢，11人呢被判处绞刑，7人徒刑。本来阿道夫希特勒呢是头号战犯，但是由于希特勒已经自杀了，于是呢就由呢这个。另外呢，就是只能由这个，也就是空军元帅这个赫尔曼格林呢做头号被告了，因为其他像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纳粹高层呢都是纷纷自杀了哈，包括宣传部长葛培尔哈之类的哈。所以说呢，但是格林呢还是呢在这个在买通了狱卒，拿到了氰化钾啊，在这个就是审判之前，就是服刑之前呢服毒自杀了啊。这个就是当时格林在听出宣判的时候的样子哈。这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一个别章哈。好了哈，跟大家说呢，就是想了解呢真正的美国啊，想听闻最专业的讲解，想接触最丰富的历史和艺术，就关心我的频道。这个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的上集呢就做完了。我是美国纽约市官方的导游，我叫王野，欢迎大家呢来这个纽约旅行，谢谢大家看上部。